早安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想要看到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看羽毛？颜色很漂亮。好，羽毛颜色很漂亮。老鹰就是对，这只就是黑鹰哈。它冲水。看到它冲水了没有？来，你们看这张。哇。然后来 看照片，还有鱼耶，怎么样啊？应该更多了吧？哈，基本上应该更多。知道我专注很多时间发掘，投入在鸟的观察的时候，发掘跟鸟建立了特殊的情谊的时候，哦，那样子的感受会非常的深。然后发掘到鸟的生跟死啊，我觉得当人在面对生死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对生命的价值会有不同的定义。